我们处一个早熟时，一年一度的关渡人文艺术周活动要开始喽！当天除了一系列精彩的表演节目外呢，还有中西式精致好吃的蔬食市集。今年也特别邀请到台北十大网络最受欢迎的蔬食餐厅，把他们拿手餐点全部呈现给大家。有在地特色小吃、中港式的点心、西式下午茶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吃美食的好机会。现在呢，只要加入大爱之友的 LINE 官方账号，就可以预约300元的餐券，数量有限，大家要抢要快哦。12月29号和30号在关渡慈济园区，小杨超也会在现场和大家见面哦，大家快来，快来！